你给我出来！别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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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小鱼老师想要的东西有什么？你好意思不给吗？就这玩意儿，是我公司自己代理的，不值钱，就那包装盒。哎，果然是个狐狸精，长得还挺风流。你们大家评评理啊，他让我老公给他送礼物，有这样为人师表的吗？不像这种人啊，你少含血喷人。每天我都在这儿等小鱼下班送他回家。 什么时候他跟你老公多说过一句话了？还有你，你要是个男人，当着大家面解释清楚，这个东西是你主动想送的，还是小鱼老师问你要的？小鱼老师就说他喜欢。哇！哎，干嘛？ 这对夫妻啊，那男的被小鱼老师献殷勤，被他老婆知道了，来抓包了。来来来，大家评评理啊！你们看看我，我是小鱼老师的追求者，也不敢说只看男朋友。问你要礼物，我想送都送不上去啊！再说你自己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子，你也看不清楚你老公长什么样吗？啊，长得跟个大癞蛤蟆似的，还妄想吃天鹅肉？你到底说谁呢你？就说你了，你们夫妻两个在这还血喷人。 要我说啊，就是有些人啊，有了贼心没贼胆，被老婆发现有贼心，你说什么？被老婆发现了，现在泼脏水给小鱼老师。告诉你们两个，马上道歉。打人了，欺负人了，又欺负小孩儿啊！我要报警！这种人家，我以后总会有落单的时候，我爱报警处理这种事情。 对对对，报警！就应该报警！大家都看到了啊，这一夫一妻一唱一和出来诬赖人，他也不这么娴熟，肯定不是第一次了。今天就要警察来给他们留个案底，让他们一辈子受用。小鱼，小鱼，你报警啊，小鱼啊，有话好好说，他们最起码是上帝呀、啊，顾客是上帝，你忘了吗？杨老师，我请你郑重的考虑一下，今天这么多人都看到了。 这样一对父母的孩子，如果在这儿继续上学的话，我相信各位家长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继续在这儿学了。你们说对吗？是的，是的，就是。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？诬陷不成还耍赖，还当着孩子面撒泼，你不怕把孩子教坏了吗？真没素质。好啊！行啊，行。月月过来，退钱，我们不学了。退钱，好好好好，把孩子下了。好。 我给你们退钱，行吗？来，跟我去办公室，我们退钱，好吧？来来来来来，宝贝儿，等一下，咱们都是女人，你女儿以后也会长大，也会成为一个漂亮的姑娘。泼脏水是什么后果？你不知道吗？你长良心了吗？你配做这个小姑娘的母亲吗？这小姑娘真没良心，太难看了，你这样就要脸了，是吗？哇，真是的，又不像话。 姐，戴伟这孩子啊，可能品质不错，但是结婚呢，可不是两。